对，我仓鼠也没全满呢，赶快接说接说。本来现在钱多嘛，赶快买一买。好好。那我要把这个例子拿出来，套用。好。哇！我看到那个币是不是？你说谁？仓鼠的闭嘴吗？对。对啊。没错，闭嘴。那个我有啊。我比较喜欢闪光的，恐怖哦，超恐怖，超恐怖，好哎，脸皮真厚，我错过什么？抱歉，我的别人要一吼吼吼，任务成功，你太逊了，马上回来，这世界永远欢迎新的英雄，场面小可爱，别担心，救星来了。我开始要哭了，那卡拍打吗？会叫的狗不以心灵平静，知足万圣节装扮，当然是生化机械手起刀落，快啊！我的任务结束了，陈伊萨，吉卡克狗，说好久啊？对啊，对，还是你们要改二二二？什么二二二？啊，不一般的啊。对啊，快说啊！我以为是先试抢题看看。哦，要抢题吗？可以抢。这只是低重力啊，先抢题啊。要不然玩开一场抢下，先收收看嘛。收太久的话，改快速吧。或者是你想被虐？你是说经典快速对战？懂。嗯，经典快速对战算了吧，里面一堆妖魔鬼怪、啊，那是鬼战。所以我就说，还是你想被虐，还是你想被虐？我不是 M， 还是 Tina 想被虐才会提议。原来我把艾琳踢掉，无汤哦。艾琳表示，明明这不是他说的，因为你不敢把反踢掉。没有啊，在场的人不管他们说什么，我都会说把你踢掉。哇，你们感情真的是很好哎、欸。你可以选择把舌头踢掉。想看想杀什么？是无辜。你是无辜的，好的。你是无辜的。真的。一单真帅，对呀、啊，两只喜欢的角色融合在一起就买了。哇、哦，这女巫也太好看了吧！生存专家。哦，万圣节活动我没打，难怪没有。可是那个很难打。真假的？这女巫的那个喷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个很难打，是要解锁到第几关吗？第几波？那个要专家模式打完。我怎么有种感觉很难收到？因为那个奖励重置快结束了，感觉大家都打完就没有要打了。打什么？啊，因为那个每种奖励啊，重置还有一天十二小时就重置了。哦、看你啊，如果收不到就是关了。看你啊。好，我们再等个半分钟。所以这边模式来说，比较常玩的就是经典快速跟神秘客才比较多人。可神秘客好可怕。哇，看起来是收不到了。
咱们去快速吧。来，欸，我有战利品。你要保证不要气噗噗哦。谁？我说玩这个，你要保证哦。啊，应该是不会的。再开台哦。不要跟。不会的。我们平常玩的不可以在这里。我会克制一点的。一点。一点。好，克制好自己哦。不知道为什么我笑了一下。神秘客角色只要身材好，对啊。那要练角色去玩一下也可以啊。嗯，等一下，我这法拉是什么效果？神射手屁嘞！神射手，看一看就进去了。我来看看。哦，你不是？打到那个在飞的那个啊，在飞的班长啊，然后就被狙死了。我刚好有看到。原来公鸡会飞吗？会啊，公鸡会飞啊，飞不高而已啊。都忘记为什么要做这个。我是知道国小有教说公鸡是会飞，只是养到它不会飞。这是那个好笑。我每次看小美嗨了，就觉得有点心虚。哎，我看到那个几个拦截，有没有？白痴！我真是小美她在干嘛？等一下。我完全没做事啊！我要存起来，不能储存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在团队。哦。你那个小妹，你可以先把其他不要的删掉，这样就不会被抓到。好啊，这个删掉。我看一下这个小妹子干嘛？你待在冲啥？还在睡觉啊？拍到了，拍到了，对，拍到了。欢迎来到李雅耳朵。这该不是有铁皮屋的吧？不是，铁皮屋是垃圾这不是吗？不是啊。你耳朵是一开始出去旁边就有两条河，推车的左右两边。一开始左右两边有河。我这个很常看到那个炸弹叔躲在那个。哦，不用推，不，没事。好，那个什么，靠，忘记了。对，这是有那个盒。好，我有印象了。等一下，有低重力吗？没有啦，没有，没有啦，还想低呀、啊？呢？还低重力啊？太好低了。啊，突然又好不习惯哦。
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来练一下？要被虐了，身体好痛哦，怎么办？身体好痛。哎、欸，对面有个钻石。要被虐了。哎、欸，两个哇，是钻石等级，两个钻是钻石，那个牌，那是钻石吧？不关我的事哦。嗯、你确定不关你的事吗？按看 tab。不是啊，搞不好他是跟旁边的人有一起排啊。先看好了。好、哦，舌头被认出来了。结果是反型被认出来、啊。舌头离开游戏了，有人跳 game 啊！舌头，舌头，舌头，舌头不见啦！舌头走啦！我怎么下来的白痴哦？我们家全文怎么死的？被一堆公子打死了。因为那个金蟾桃是认出谁来了吗？哎呦！哎今天要不要复活我？我要换木鱼啦。我也没有要复活你的意思啊。先说一下，我们还缺一啊。石头，快回来啊，石头！你是我残血了。加入游戏还是点关站？我是十五滴。我现在没能力了，没能量了，那个人没能力，没能量啊，嗯，没毛病啊，上不去能量，哎呦，一滴死了，啊、好，自己跟舌头说快回来，还来得及回来。爆头！我不敢复活啊！哦，好，我死了。你看，不要跟我讲你要砍电扇的哦。哎、欸，现在补的回来哦。找到第四个人，尴尬，打电脑啊！全都出来吧。他俩死了，两个还没死了。好困呐！你起来了，你起床了。车头来的，不要车，不要推我。前面都在残血，推我一推。还自由开火。哇，这个配合！哇、哦，不行！等一下，对不起，你开了几个大了？三个大。先来爆爆！哇哇，粉红色的半藏。大大前面没人了，你不要太前面。大，我补不到你。这个慈悲。等他跑上，他跑走。我觉得你要死了。完蛋了。不是啊，在车上也可以被晕哦。车上还跳起来还被晕，他范围是多大？好恐怖！嗯，天哪，惨了，放弃了，太夸张。有没有人要去偷推车？
靠腰被撞起来，被撞出去墙壁。直接强化。嗨，我不行。哎、欸，我想说你不打我，我就不打你了。结果你，嗯，我刚刚看我球差点掉下去了，来不及啊。吴学天去车，阿姨哈特一锤我就变智障了，我跟你讲。哦，不行。来不及。看有那个人。唉，对面的牌太可怕了。有时候不是我的问题啊，有时候是多牌都会这样、啊。没有啊，有时候是胜利问题。那胜太高，他有时候就是乱牌。对面的牌太可怕了。哦，我连着听呢、啊。他没被撞到。我没有被他撞到、啊。他被敲了一下。哎、欸，什么？嘟嘟嘟！而且蓝银哈他看到你们被撞，他根本不管。哎、欸，我难得辅助有。这个关。好，那就给你辅助。不知道都是命人干嘛了？我准备你打满十场，你就可以买一个刀，买一个那个动作了。语音啊？有没有很棒？没有。那你打个四十场？没有。你就可以买一个造型，没有了，买不起呀、啊，金的啊，买金的穿。哦，好的。哎、欸，话说。冬季的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啊？什么东西？来，我来，斗阵的精彩回顾，怎么拦不住啊？好像还没有说哎、欸，一直猜是不是本人？你就是刚刚的伴战 ，Hello。哦，所以你刚刚惊叹号就是在指我们是不是 ？Hello。粉红伴战。对啊。刚刚的粉红班长，对，就是本人。你把我们虐得好惨啊！对你等级怎么会那么高？怎么可以这么宅？那那时候说，那时候说，那等一下看到他我们就掉点。好坏啊！嗯，很优秀啊。不是，这时候应该是要问他，请问你那时候是单排还是跟别人一起排的？你们是五六排吗？嗯、YT 记录档要一个礼拜后才能看啊！有合约在，我只能他说要一个礼拜后才能传记录档啊，所以我不能及时传记录档啊。所以你今天应该是看到上礼拜一的记录档。啊！你要看记录档，也去 FB 看啊。删掉。那个扎利亚封门。六排。没有啊，还有一个陪我封门，不知道是谁啦、啊。六排。那是全网吧啊！啊，那应该就是我玩。三周年追随，看到繁星跟地铁之际，哇！我也是最近才回来玩啊，不然等级你看这么低。对啊，不是他们的，不是他们那里排的。可是，哎、欸，
可是我们六排也很容易遇到。花园，你看哦，这位银牌框框当时，哎，感谢又给我。这位银牌框框当时我在玩的时候，他还没买哦。哦、为什么是这个时候才给我辅助？依然，你有什么好说的？嗯，有反驳？无话可说。那如果撸完路修滑过去，直接把人推下去了。是 ，Tina 只要买什么游戏，等级都会超过设计球游戏。你当对面不会滑吗？等下就看到我滑下去。你为什么要把那颗球用走？我刚刚想试试看可不可以投到。屁呀、啊！那个网路上都骗人，明明就不能滑、啊。传送器运作正常，快速启动。我不应该走进去。这里先封门。哎呀，那个，我被球撞成智障了。哎呦，死了！我刚才在拆烧鸡塔，有烧鸡塔没人要拆。没人说有，我以为是我们自己的烧鸡。刚刚没看，是谁的烧？哦，他上门。暗战，跑掉了。嗯。都是私人一片，啊就私人啊，没办法、啊，只能私人啊。左键补血，右键吸，好，虚伏特移动，好。阿一是干嘛的？我按一是按左键跟或右键是不是？莫伊拉。哦。等一下。啊，刚刚房间问什么？我说莫伊拉是右键。哦、我会了，会了。右键伤害，左键补血。有，在我脸上。然后去不就位。一的话，你还在，你怎么还在？你怎么还在？哎、欸，半藏啊，星星，哦，你死了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才站到点哦，不是、啊，现在才有人站到点哦。对对啊，刚刚就是对，没错。他们在我后面。哦，我想念八秒复活。等，我刚才在想这自爆是谁家的？哎、欸，那个有炮塔，炮塔在外面，半站在外面，掉了。龙来了，龙来了！谁家的龙啊？又来！他现在那个龙的位置。嗯，自己跳的吗？哦，把球冰起来了。换战一直在射，我被和尚干，我被球。哎、欸，射手，你快爆掉！他还跟破屏。等下我爆屏，我爆屏。躲避球玩起来，躲避球，哎呀你赢了。我有大了。他在那吗？哎、欸，怎么来在这里？意外。我的屏障回来了。来，英雄进来了。哎。我们走。哎。那个爆屁的不再要讲啊，还会是保你啊？他也太快了吧！你不要，你被撞还没死哎、欸，这才是我最莫名其妙的哎、欸。我不行，等人啊！等人，全部一起开。刚那个传送器运作正常，能快速移动吗？在干嘛？
不是说等人。我看有人已经传过去，我就传过去了。没有，那是我手机打过去。那是手机台。傻眼。啊！在干啥啦？不要这样玩啦！我还在等，我还在坦克过去啊！我就过去了。我下去了，好。哎、欸，那个他自己下去了。炮台没掉。